刚开始29号的时候就哭啊，我会想为什么是我呢？而且就一下子他就蹦到第4期了，我想很多人都没有办法接受吧。整形天后顾杰谴责绯闻男友情养直肠癌4期没关系。57岁的整形天后顾杰罹患直肠癌4期，她出院后17号出席感恩记者会，更新最新病况。对，大概就第一天跟第二天有哭，会怨天尤人，为什么是我？但第三天30号，我第一次动刀出来，我麻醉退掉，清醒以后，我就告诉我自己，我要勇敢面对他，我要和平跟他相处。水泡是用电烧，电烧是差不多这么长的针，它穿过我的肝。那我的肝总共有9颗水泡，这一次都已经处理干净了，但是不知道它有没有残留的呀，都不会痛了。之前开刀晚啊，然后在医院可能冷气太冷，咳个时候啊肚子都痛，起身也会痛，我要起身就要按吗啡。目前化疗跟标靶我还在评估当中，但是我现在会先做一些辅助疗法，比如说我会去中医师那边针灸，我会是一些很高端的有科学实证临床有效的报告这一类的产品来搭配使用。同时呢，我最近也会半个月回诊一次，医师呢都会帮我抽血验我的肝功能指数，还会帮我照 X 光。现在还在评估标靶的方面。对，我并没有拒绝，但我会以辅助医疗为主。他没有建议要化疗。他有建议啊，所以我们现在还在讨论当中，怕他把我的好细胞也打死了。而且我这阵子食欲很差，我从住院到现在瘦了4公斤了，现在走路好像飘在云端上面，而且我都吃不下。但是医师前天我回去回诊，他说可以让我吃好吃的，我跟他说我想吃炭火烧肉。他说和牛不要吃，菲力不要吃。哦，可以吃菲力，不能吃沙朗，就是太油的东西我不能吃。后续的规划，你指的是身后事？嗯，我其实没有想到嘞，因为我认为我至少还可以活20年。他没有，他只是想坏了打算啦。那如果说只剩下5年，我这5年我就会跟着我心爱的人去环游世界。心爱的是谁？哦，还没有出现，我正在找。Don't worry。对。我没有跟秦阳在一起，我还很生气。我这次生病，他都没打电话给我，实在太没义气了。公开谴责他。你若是把我母女也讲起来，我就送你一趟汽油，一支烦恼费，我连我加送你一粒鸡卵糕啊！我都跟圈外人，你们大概不会有兴趣。所以现在有？现在没有。对，之前那一段是……哦，我忘记了，我脑雾。我要呼吁大家，要珍惜自己。人世间的肉体，因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我都一直以为我很爱我自己耶。我每天梳头发梳300下，你们看我一根白头发都没有，结果我得了癌症，这不是很讽刺吗？